台湾歌手谢和弦虽然仲未同老婆 Kiana 办完离婚手续，但系佢已经高调同女友莉亚求婚成功。呢排仲成日带住呢位新欢出双入对，仲称呼对方为老婆。日前佢仲喺 Instagram 洗版式咁 po 婚纱相，毫无顾忌咁放闪。据知谢和弦仲未同老婆 Kiana 离婚成功，但系佢一月已经同莉亚求婚，仲话就算全世界都与佢哋为敌，佢都系会拼命保护莉亚。虽然谢和弦而家被 Kiana 告佢侵害配偶权，要求赔偿420万台币，但系佢亦都调翻转头告对方盗窃同埋侵占，并且过年前就用特急件诉请离婚，希望可以早日结束呢段婚姻，将莉亚扶正。